文昌帝君讲，既能物可以为十七事，实际上推而广之，也可以为十七劫。十七，一是七劫，劫的概念就更长了，就是他在轮回的过程当中，不仅仅是十七个分段生死，而是无量劫的分段生死啊，就可以以无量无边的劫来计算啊。那么这样，这个文昌帝君这个物，就是主人翁，他可以无穷无尽。那么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物也是无穷无边的啊。那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，既可以做官员的身体啊，做也可以做读书人的身体，也可以做三个道的身体啊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，也可以做天神的身体啊。那么文昌帝君的在这轮回过程当中，他的身体是不能肯定的，不能一定啊，不能一定，就是这是外道的一个错误观念，就是常见啊，断见就是人死都没有，但常见就是你今生为人，下辈子还是为人，下辈子还是为人啊，这也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人是可以变异的，你保持人有人的业力才能保持人生，你没有人的业力，你造作三恶道的恶业，你就没有人的身体啊。所以这个帝君的身体没有定准，那么我们的身体的也没有定准的啊，所以脱身在这个三界六道很多次，所以我们多神多劫的父母六亲眷属也很多，这就是把我们生命一种非常立体的非常广泛的做一个关照。我们每个人都孝养今世的父母，但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一只狗一只猫，也许就是我们多生多劫曾经跟他做过父母眷属的关系啊。所以梵网经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啊。那这种事情我们凡夫的眼睛看不到，佛陀无眼圆明会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无量劫的轮回当中，我们续世跟我们做过父母六亲的因缘的很多很多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啊畜生动物乃至鸢飞卵动之物，我们为什么不伤害它，要思维到它可能就是我的父母，我们对它对这些孝顺都来不及，怎么敢去杀宰杀它作为我们的一道菜呢？